来 ，Hello， 观鸟大师白龙雪，白龙雪，今天又去拜了这些鱼啦，但是很快乐啦，哎呀，犒赏一下。阿姨，这么的是讲，大部分有已经慢慢成功了哦、喔，有些鱼有慢慢移上去哦、喔，而且状态还不错，而且刚刚下蛋去搞一挂新的鱼啊，哦、喔，啊这边也是、喔，然后一共买了这些，喔、啊这，这么这边来对温了哦、喔。对温的话，我们就是要来对这边。哦，现在这么来都有加温，有加温的部分哦。那我们这个弄好，哦，对一下。啊，因为小丑鱼加小丑鱼，所以这只小丑鱼原则上不会放，这两只要放来吃，因为公子哦比较温和。啊，这个石美人哦也是要放在这边。哦，下面这个是要那个啊，等于简易缸了，对吧？用阿姐，阿姐的水吼，顶盖用比目鱼也是有点老，后来想说要把上面一些水把它抽下来，啊，上面顺便换新水，安尼，哦，大概就这样啦。来，后来回头去买的这一只。花倒掉哦，我本来迄黑虎甲头家换啦，因为我讲黑虎我只哦，乌白草顶够跳出来跳杠迄个，我甲有一种压力。然后水温的话，现在24，哎，今天比较热，24，安尼还好，对家好啊。赶快甲放伫遮，安尼 OK 啦，这可以对这边。因为今仔较热，哦，今仔较热的部分就会使啊。好。